醒了。命布修好了吗？问你话呢。还没。你一再拖延，是不把本座放在眼里吗？岳尊大人英雄盖世，天下无双，哪敢不放在眼里呀？天下无双，和你的长恒仙君比如何？岳尊大人自然是三界最强，无人能比啦。你倒是识时务。怎么觉得自己小命不保，想起来谄媚本座了？本座可是记得当日你便是在此处大放厥词，说本座鼻青脸肿，跪地求饶。等等，我还做了鲜花饼，岳尊大人要不要尝尝？好吃吗？